大家好，我是玩乐歌女，哈哈哈哈。我都说了我会认真做任务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有试过，我完全什么事都不做，一直跑圈圈，一下就被杀了。算了，那我还是认真做任务吧。哎呦，这么快！喂，三号被手刀，太夸张了！哇，是狼人！什么？你今天跟我讲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蓝翔。没有，因为那个后晚街在楼下。后晚街楼下，那大家要去哪？咻咻！我以为他没声音，然后我又冲进，然后就听到他在讲话，所以他讲什么？然后我刚大厅接线拿到工程，通讯是我远端接的。十号讲说他等一下要去拿烘碗机，哈，三号死掉了，谁把他杀了？哇，警长好厉害哟、哦！我有大厅弹钢琴。我小宝，小小很小的宝七号，因为我刚刚要进电力室的时候，他从里面出来，没有刀这一刀，小小宝。我刚先去阅览室吧，然后去到露天，然后露天的时候那个就接完了，然后我在客房，我就问四号说你吃了吗？然后他不理我，所以我等一下去那个电力室面壁试过。哦，快点去！啊，不对啊，我没有看到五号玩，怎么会看到我呢？我只有看到二号在酒吧、啊，在那边自言自语呢。对，我刚才在那个大厅弄东西，因为我在处理我小孩。我都在右半边，这样很想投八号怎么办？没有看到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电力室啊？这没有什么好投啊，死一只狼干嘛要投？可是都没人杀人哎、欸，好奇怪啊！他很快就枪了，好不好？狼 CD 根本没那么快到哦，他很快就开枪拍报告了，应该是不用。哎呦，二号杀心很重哦、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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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跑快一点，好紧张，好紧张啊！不可以杀我，我害怕。欸，我这么认真做任务，再把我杀了，有点不合理吧？是不是？有点可怕呀！呀！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啊！有点搞笑。六号尸体上只有七号的脚印。我刚去电力室接线的时候，我好像有听到七号跳地洞啊，好像啦。你是小丑啊？你是小丑？警长应该还活着。很恐怖哦。哎呀！啊！好，要烦呢、欸，很烦呢、欸。九号在地洞里耶、欸，九号是什么身份呢？他真的在地洞里吗？这里是1跟8，我跟那个四号还有一号都在那个左边呐、啊。那刚一号有跳地洞，我没有在地洞里啊。你通灵哦？我从第一局开始就跳，说我是工程人，都没在地。可是九号在地洞里啊，我在地板上看到黑黑的影子哎，在急救室的地洞里。游戏 bug，、啊、所以你就在里面啊，被我看到了。你要投我啊？好，
作战失败，唉。如果躲在急救室都没有人发现就好了，但是已经被地洞里的九号看到了，所以我只好承认咯，只好出来按报告咯。刚才那一局我这个善良的小丑帮了大家装狼，不是装狼，帮了大家抓狼，这一局换我当狼啦，赶快凶巴巴的，凶巴巴的，凶巴巴，横阿姨横哦，横，我要打打咯，横，啊，不管你了，我救不了你，太吵了。哟，你干嘛？七号是门神吗？站在门口要干嘛？怎么都没遇到人，光遇到你们两个。监控室阅览室，阅览室。阿皮，按你跳下去又跳上来干嘛？想要拍尸体哦？我干嘛二啊？我工程，我站在原地捡到通讯中断啊。丑五辣吧，五号杀尸啊，跳下去，我跳上来，他又跟着跳上来。哎呀，我走得快，丑五哦。我刚刚才回来，一回来就被拍到这里，然后绳子都出了吗？因为我最后只看到三号在大厅，我以为我宕机耶，然后我听到好像有人在跟我对话，什么不要杀我什么的，应该是三号哦。来咯，小绵羊老师要上课咯，全票出七，狼坑开在279，老师上课要听哦，来班长下课。笑死我了。我刚回讯息，前面讲什么都没听到。对，然后刚在大厅有遇到三号，还是叫我不要刀他，可是我没有刀啊。十号有点好笑，我不知道七号、九号是不是狼，但是我肯定不是狼。我要去电力室解任务的时候，七号哦，像个门神一样站在门口，什么事都不做哦。他说他在解通讯，可是真的解很久耶，我觉得有点夸张，我在里面等了很久他才把它解好。如果他真的是工程师，真的有点弱，说实在我不相信他啦，我觉得他像自刀自爆，但是我也没看到，所以我也不能说他什么，你们自己看吧。我讲话要打结了，应该是五七的局啦，但是我觉得七号讲话怪怪的。因为我真的我是之后那个通讯中断的时候，我过去解，是我觉得是我解的，我解，是不是我解掉的，所以我觉得七号说他解掉有点怪。然后十号，你真的上课会这样讲吗？你会说我是小绵羊老师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开场嘛？会不会你这样讲，同学就说，哦，你是在玩乐歌女那个里面那个影片的西屯小绵羊哦？三号你很可爱，我在你旁边拿到工程师，你在看热像仪，你忘记了我才是工程师啊。你在热像仪的时候我就拿到工程师啊，解完那个核对身份啊，你忘记了、哦、一堆骗子。 OK 好，应该是观景台啊，然后再来就到露天那边准备要解，然后三号跟在我后面，诶，忘记是谁跟在我后面，对，然后有一个人在前面解，所以我害怕被刀，所以我就往旁边跑，对，然后再我就往下到客房那里解任务，我有身份 ，OK， 不给拍。三号，你都记起来哟、哦。好，投棋，投棋，好，投棋。没有，那时候我不确定。他又要走心。如果你说有，不要走心啦。我说我里面大家里面都不相信。啊，不然投五。啊，不然我在三号旁边拿工程师啊。投五换五走心，不是一样吗？老师更正一下。好好好，正确解答是259啦，正确解答259，我们投五。七号啦，我在三号旁边拿的啦。老师讲错了，不好意思哦。你天天把讲错。谁怀疑我就是狼。刚刚谁怀疑我就是狼哦？注意一下，看谁投我。不是，不。这一切就是这么的搞笑。七号，你不能生气，不能走心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要把你合力票出去。你拿到的票也太多了吧？对不起啦，好不好？原谅我们。哎呦我。
哎，十号有发光，他是警长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、哦、现在才有。十号在观景台，我先远离他。我知道，他旁边有人，我刀不了。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储物间了，我在左半边，我要往上走看看，我要进监控室。大厅，大厅，赶快刀了，快来！刀了！哇，好紧张哦！头警长，你居然把工程师票出去，你应该吗？你哈，你们这些法医，哎，不是因为他刚刚拿到工程师的时候，刚好我在那边做完任务，哦，所以他会以为我是工程师。七号走了，我笑死了，好呀，真的搞笑，嘿呀，干嘛走心啦？好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玩乐歌女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可以留言给我喽，感谢大家 ，Goodbye。